迄、那个所在是刚刚叫做 Port Moss， 老罗斯总统伫遐召见日本甲甲苏联来开这个条约。苏联证书嘛，苏联第一大中国，佮对地中海啊，叫军舰来出现，叫到半条路个，不过拍啊动作西歪了，吼，诶，啊，足紧嘞，我日本真能，哦，亚洲个人强个，诶，对这个日俄战争，啊，这个吼、哦。有写讲啥呢？迄条有写讲，苏联将北纬50度以南的渡月岛，就是迄个岛的一半啦，甲切了，永远让于日本啦。哦，这个岛是写安尼哦。啊，到底渡月岛是安那？来，我从这个岛出发来看，这个是渡月岛。哦，这条是60度，北纬60。这条是北纬40，啊，伊写讲北纬40，50，我从这地方看嘞。这个库页岛，库页岛是一半是已经伫钓落来，底就消耗不完嘞。哦，来，咱稍微，我稍微互咱知影先。库页岛是日俄战争的时阵就让予迄个日本啊。啊，咱一直咧讲北方四小岛，北方四小岛是对的，是啊。这北海道啦吼，啊，这个是才有两块岛。我今年夏天我有去一两块岛，只有两块岛是日本的，只有四块岛，就是北方四岛，就是北方四岛。有啊，咱以前讲北方四小岛，是啊。啊，苏联讲要用两个小岛，兼日本，哦，啊，阵仔也要讲，哦，有啊，有这个代志，咱迄必须日本讲变做，好有吼，来。这种我写了，我写 A B C D， A 是这个，我做慈母群岛，刚刚北方四小岛哈，慈母群岛，啊第二地是色丹岛，第三地是博厚岛，第四地这个什么？第四地是折柱岛，四个小岛是这个名了哈。那个苏联我老干的东，这个别。咱一人一半嘛，你两块，我两块嘛，老简单哦。我开有写迄个呢，我有写迄个链接出来呢，哇，迄张用无了。这个是差不多，这是差不多百五啦，啊，这300五啦，啊，这拢2000的啦，这2000几，这3000几个，比我高明啦。哎，这两块，一块百五，一块差不多300的，这比我高明。买去日本，啊，剩个只吼，这个地无买用啦。啊，日本拢讲恁妈，哦，秘书长讲，首相，日本首相去找伊讲啊，回去读书，因为你就是日本，迄、那个日本政府啊，毋是明治天皇的日本政府，毋是明治宪法的日本政府，明治宪法的日本政府，他拥有这几块。来，咱迄、那个武功公，是安那第一个就是那合约条的苏联五千米。就是无写着即几地啦，苏联恁未交变签吗？有机会啦吼，啊有三个无签有无？咱有得着无？是安尼苏联唔签，无甲写即个落啦。来，啊但是日本吼，伊伫8月30就有通过总理国家啥个去甲伊讲啦，讲我要接受迄个波茨坦公告。咱我种甲计算，波茨坦公告就是要叫迄个，叫伊不交，对无？啊，优惠条件伊接受，啊，所以初三就接受，到尾，到15甲四国做伙送，中间计时间，早时10点，8月15早时10点，哦，啊，讲哦，日本投降啊，你哦，后来啊开始，我，好，来麦克赛第一号命令，我用这个公交话结束，不要讲袂着，因为这是啊，这我想是那潘副主席有帮我讲到这啦吼，这是迄参谋会议定，啊美国总统准的，所以9月这日，是日本首相伊发布这个命令啦吼，啊这个命令内底有一个说，麦克阿塞，迄个一号，这个命令有这个一号命令吼，一般命令有13条呢，啊咱来讲第一条就来讲啥，什么人要分土地，什么人分配对于战队啊吼。所以来，第一条写讲啥？
中国、台湾、台湾，和蒋介石来接受啥？接受伊的投降，毋是这土地要互伊呢？是去接受日本军的投降啦吼，即、這个麦克萨接命令。啊，即、這个所在甲这边温州啦，啊，北朝鲜啦吼，是朝鲜三十八度的，不热岛，像闽东西最多输 AI 啦，用苏联啦。啊，剩的，哇、哦，这边太空啦，什么啥啦，拢用啥，这拢是以后面，啊，咱是靠排云，台湾人靠排云，台湾人靠排云啊，咱剩的遮你看，什么到伊哦，澳洲接啦，啊，日本本岛哦，迄个美军接啦吼，日本本岛美军来接的，接受日本军的投降尔嘞，唔是这个土地要和平嘞。来，啊，这个我拢在讲啊，这边咱迄个受降，遮吼代表中国来受降了吼，不能降，即几个啊，你看，你看陶杰基、林茂生，这拢离班，代表中国个啊，哦，拢去离班，拢靠伊个啦，吼。来，陆朝正投降，啊，蒋介石是找李鸿章。派代理来接受部分的导航，我们一直被称为光棍节，哦，啊，在这里就是中战日，中战日，教国开始，历史代间，中战日，哦，欸、那沈东这边做了一个人节嘛，那、来哦，今天啊，会当一月十二，一纸公文就将所有台湾人变为中国人了。进前一当当啊，十月二号来接收尔，过当一月二日，啊，这有违反国际法无？国际个变天天变符合，现在自动自意愿然合法义务无？明仔载就变作中国人啦。咱是迄个时间一直个公文变作中国人，啊，有人抗议无？美国、英国拢有做抗议咧。伊迄、那个，哦，这是英国个抗议文哦，我个写个，我个用个，看看。不能自身将台湾主权由日本移转中国，应后日本订立和平条约或其他条约，正式外交手续而后可能。如果有正式的条约，我们要当土地移转，哦，袂当用公共的名，吼、哦。他讲，英国政府竟然同意台湾人愿意恢复中国国籍，啊，就个怎样回答呢？这东西，我讲你管，一个管一个人搞什么？讲伊有共合约个，甲美国伊讲这证实的哦。我搁提问，哦，正常点我提问。哦，嘿，就是咱今天正开始叫做中战日啦，哦，哎，愚人节也好啦，赶紧啦。啊，防护型事实这个代志，这较无法讲着，我来讲一下。伊护型事实是个护型线。伊派代理来，这是国际法有内底哦，有写着派蒋介石来哦，啊蒋介石派代理来接受日本军的投降哦，伊来护行四世纪的贡献呢，代理起来，哦我来做啊你，这护行四世纪的贡献啊，跟伊中华民国总统又是另外一回事，伊要合理化，因为合理化是派蒋介石派代理，伊代理甲面子，换伊来家己来接的，这叫做护行四世纪哦。哎，讲这民国无啥时间当讲到这个吼、哦，来，我来讲这个台湾治理当时哦，这个我是有交朋友有写过。四月十三，美国甲中国建交哦，1979哦，代理美国军事战面的授权书改称为台湾治理当时，无用 ROC 哦，红色线台湾 Authority 不再称为中华民国哦 ，ROC 立方政府继续在台湾统治台湾。目前 ROC 在事实上消失，它真正消失。我拄仔才讲，你真正你甲拍迄个美国的飞机，要 AIT 甲拍入去。台湾关系法无包括金门马祖了吼，我拄仔讲过了吼。台湾关系法是讲啊，是安那美日安保条约。美国人民不能安保条约有包括台湾无？有呢，是啊，那个美国人民日本，日本你又是啥？日本还佫有，伊是主权权利
放弃呢？伊要主权义务保护台湾的，哦，所以民事安保条约还佫有台湾的。啊，来，拄仔只咧讲的这個，迄个几个国，啊，是安那苏联唔签，迄个52国规划啦，啊，3国唔签啦，49国啦，啊，即个佫等于，都爱因的国会通过，爱因的国会无通过，所以事实上是46个国家 ，PROC 含 PROC 都不在这事，所以古今衰老含中国含 ROC 含起来无关系，完全无关系，吼、哦。来，以前咱唔签的，以前咱唔签，没有论及北方四岛，所以伊未高兴，伫迄个古今衰老签约，是对遮来嘛？即个岛，即、這个北方四岛拢无在控制啊。哦，拄仔只我咧讲面积啦，你看100啦，啊这200啦，啊这个是第三地咧，1500啦，啊这个3000米啦，啊伊讲啊，你来平均一人一半啦，是啊，伊才35尔咧，哦。哎，这个四个，这个是，所以日本较袂，日本是四地，照国际上四地拢较严的啦，哦，哎，这爱讲一个，就是讲27条哦，合约公众27条全部都没有对日本天皇指示，所以台湾的主权仍属于日本。好，伫遮啦吼，好、哦、来，这最后两句就是讲日本天皇握有所有权。哦，阿呆，我跟你讲完23条，一定要记起来啊！古今衰老23条，我是讲啥？美国为主要占领全国，这记得哦。23条，就是三合约23条。第2条是咧讲啥？第2条是咧讲日本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，但是都负有主权义务。哦，这爱大家爱等一下，爱多理解一下吼。阿、哦、呆，第4条我要紧，有人咧讲，哎、欸，啊是按美国军政府咧。写伫底，写伫旧金山合约的第4条的 B， 就是美国军政府对日本与日本国民财产的处分权有效性，都是 USMG 第4条啊，旧金山第4条的 B 写着讲美国军政府。有人讲，哎、欸，啊到底 USMG 美国军政府伫底有讲着？世界条约伫底有讲着？而且大家记啊，第4条的 B 就讲着军政府。我想讲，安尼。哦，即种哦，结论即拢知影啦吼，不过足侪迄落讲，哦，啊，即安尼，咱今日因为时间无够啦吼，啊后壁还一寡足唔使，那下一次恁若有转去广州，我反正拢会去广州，诶，迄个演讲吼，啊从后壁遮来，无过啦，后壁遮来偌侪站的咧，到来，我到遮就好啦吼。那今天告假结束哈，谢谢大家啊，对，谢谢，非常开心。今日阿婆休困，阿老卡一导游，很好，谢谢啊，谢谢，那邓姐哦，他那时候邓姐，就看单。